幸福到家实际讲的就是真正的农村的精神文明和法治建设。党的十九大以来，乡村振兴是一个远大的战略目标，建设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。到安徽啊，到农村去调查啊，了解这些情况，拍这个里面包括安徽的徽派建筑啊，用的基本上都是实景。故事它的发生地能够更真实的还原我们的当时的时代背景，能更好的展现我们新农村的巨大变化。王家、村长家、村民的家，都是实景，完全符合这个时代。我要建大棚，你看那边那块地有个坡，你不能按整亩的跟我算。如果他你本身就是有农村的这种生活阅历和经历，那就比较容易直接感受到农村人的那种感受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还原生活，还原真实啊，包括我们的演员的表演，我们也是都是要求朴实的。他不屈服，这是我觉得特别优秀的地方。别人能受那是别人的事儿，我反正受不了，我们也受不了，我必须得有我们要的说法。很有同情心，善良。书记做的对，他也就支持这个。但是他觉得不对，那就是不成。婆婆林桂枝他们家是小姓，所以在村里都胆小怕事儿。就是你闯下这么大的祸，我就得把家里全卖光了，卖干净了也赔不起。后来看到何幸福的一路的成长，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。而且过去的农村长辈对晚辈不成踢一脚打一下都是很正常的。你说不让就不让了，滚出去。这一脚就给你踢坏了，最后他就不得不受到法律的这种惩治。闹婚，这就是一个传统的风俗，过去不把这当回事，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，他就会感受到这个闹婚对妇女的那种伤害。爸，我就是想让陈家跟我没任何错，给钱算什么？幸福原来打官司都是为自己，先是为家里人，但是到后来为环保，为大多数人，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像农村的文明和法治进步。